早安 ，Welcome 到我的咖啡时，上帝的咖啡时间。谢谢韩帝今天让我可以喝到 Phil's 的咖啡，啊，让我觉得很满足。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早晨，因为我今天要给一个 big shout out 给 Auntie May。谢谢你支持我这个 channel， 然后我也知道我每一天早上都在替你祷告，然后跟你一起哭泣，一起求上帝，然后让你知道说你不是单独的，你也不是孤独的，因为神跟你同在。我现在的祷告是希望上帝可以带领，给你医治，给你平安，还有给你恩惠。谢谢你支持我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，是因为我今天呢会做了506个面包，差不多一半上帝要叫我做的1000个面包。其实当上帝告诉我这个1000个面包的时候，我还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可能，但是到我现在到一半的时候，我说哇，在做上帝的事工没有不可能的，是你要去做吗？然后知道如果你有收到我的面包，我都有替你祷告，知道说上帝跟你同在，上帝很爱你。然后上帝让我说，在今年我可的梦想可以再想大一点，跟我的 T 恤在这里一样，我拿给你们看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的去把一些你要做的事情一直问上帝，然后把它做出来。嘿嘿 ，Don't be afraid to dream big。当我今天在读天父之心的时候，我被提醒到在约西亚，他的在庆祝逾越节的时候，他很会安排，他会安排让很多不一样的人有他的一些gifting， 然后就去哪一个地方，就让那一天 的庆祝变成很特别。我自己也在想，上帝啊，我有没有把我自己的事情安排好？我有没有把我的时间安排好？还有，我们有真正的去跟别人分享主你的爱吗？如果没有，是什么东西让我们阻止我们不要去把你的爱分享出去？所以今天我要给你一个挑战，我今天要祝福你可以祝福别人，祝福另外一个人，不管你是用你的嘴巴去祝福，是用你的动作去祝福，还是祷告的祝福？今天我们都来祝福互相。如果这样子做下去的话，我们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，不是吗？所以我希望今天神给你力量，给你力量去祝福别人。谢谢你们，中文希望会越来越好。上帝爱你。明天见。